住，待我倾诉间铺又冲请君与同志为家帮计，期望内争振幅无余，和顺万家乐怡，邪教尽息之后莫趋邪位，心意虔诚为营公主，欺师法与你愿去救黎群，欺师教化愿意帮人治呀，赞普此生之缘，心入一片你莫笑痴，让佛法以定民心，父王能否容我？国太又能否容我呢？公主，你何出此话呢？上三藏圣僧曾到西天取经，都尚且偷偷前去，何况我文成身为大唐公主，能够轻易去国咩？公主，赞普至今仍未娶妻，相信大唐黑汗不会拒人千里嘅。你嘅意思系？公主，赞普未见公主之前，只希望两国联婚，系讨饭市民能够得位贤良国母，但系见公主之后得令教会心悦诚服。我在你跟前讲过，我赞普今生非公主不娶。哎呀，
主。哎，你还要依我一试啊？但说不妨。好。连珠又巧，变成啊大荔枝，巧如丝啊！缘若不成，又如何啊？我便借皇宫一角永潜修。再问红尘夜女士，好，如此事一言为定。好，爱神先行告退，我准备向居迎接裁缝。阿高乐令，你准备好大婚礼仪未啊？你，长孙大人啊，萧大人虽然不在，但系我都会尽力而为嘅。唉，咁啊，安乐晒咯。新任外司令样样都唔知道，又惊有乜疏虞之处咧？冇，大人啊，我认为啊，公主大婚队伍之中，应加乐工56人。喂。点解送乐工去讨翻呢？冇理由噶喎、啊！大人，非也非也。若果冇大唐乐工啊，点显得我哋大唐嘅声威啊？再者，音乐乃教化人心之器。大人啊，你要八方和合，应该将大唐乐律推行万邦啊！你讲得好有理由。我向皇上亲奏啊！谢大人，喜得乐律教化世人啊！就似那文成公主。不枉我凡尘偷下，数十载劫难令儿，
时间过得真系快啦。又过咗一段时间，又系嗰句啦，冻落啦，出嫁啦。上废了皇后，将她贬入冷宫。萧淑妃亦无缘无故被打入冷宫。有这等事？系、啊、都只为武超儿。武超，喂，你两个都系国舅，咁你咪讲咯。国舅爷啊，武超儿诞下小公主，论功亏，皇后应该亲为探后。系啊系啊，岂料公主无端夭折，皇上降罪下来，把皇后贬入冷宫候斩，满朝文武都无谁一探。对啊，奇怪嘅。就是萧淑妃命运也如皇后，又是啊，被废入冷宫候斩，不知什么因由。我，但是你两位都是国舅，可以向皇上讲几句的。长孙大人，我两人又怎能同长孙大人相提并论呢？多
当今皇上是长孙大人与太宗皇挑选继位的，你功盖天高，威震两朝，我哋两个又怎可相比啊？唔好提咯。虚感慨于两朝，出时同心振力手，帝恋不伦，后宫争宠，遗声不绝，出老闹啊！感恩子来到无超仪。封咗超儿皇后啊！啊！上书大人，这便如何是好啊？我反问两位，你话如何是好呢？啊！一个皇后，一个淑妃，要废便废，要斩便斩，咁乜正如何？是好啊！留得青山在，哪怕无柴烧，保命要紧，保命要紧啊！皇上召我进宫，大概是以这件事吧。相信当为此事呀、啊，系咁噶啦，大人啊！此乃国事的也，为家事啊！希望大人为此事出下胡话。大人啊，深宫见驾可进也，你是众臣兼国侯。听下点，听下点，听下。皇上驾到、哦。出迎，出迎，出迎，出迎。叩见圣上，叩苦免礼，起来，谢圣上，谢圣上，谢圣上，圣上，原谅我平真啊，谢圣上。皇上有何赐予呢？众卿驾，朕乘机大统，以几个秋，各职过年逢大友，龙宫内政多，放收充，咩探子，我今天要另立后。啊，是皇上啊，皇后统治六宫，非寻常的襟奏啊，无故就不可另立，免而各族自忧。哎呀，长孙国爷所言甚是啊，无故不可另立，不可另立。哼，有故却又如何啊？朕来问声国舅啦。咁咪是何所故？废旧立新都总有个缘由啊！缘由系嘛？系，微亮，咁你就代朕嚟讲啦。佢长孙大人，想我么？来是家成王成啊空，我不敢强出那头，临早祭，
皇上吓、啊，我唔相信皇后，佢唔会杀人嘅。哼，我都想佢唔会啊。天呢非阴险，景啊是意，阳啊谋，武士何啊故，婴孩何罪？你唔信系嘛？你问下的木儿官嘅许敬宗啦。许大人，系咪你亲眼所见啊？长孙大人，下手者确是王皇后，我即是礼仪内务，不敢妄语啊。你唔去抢救婴孩？竟任由皇后他说时迟那时快，公主一命呜呼咯！皇后他点解会咁样做呢？因为佢妒忌咯，萧淑妃咧，风来争锋啦。如此看来，两人该废。该死！哎呀，皇上，你要替超儿伸冤啊！超儿，你唔好喊，姑娘就替你做主。血溅宫廷渺黄昏，李唐今日都以阿崩牙收，后可再。以家事空传你一声，朕决立未亮为皇后。啊！立佢为皇后？冇错。皇上啊！因为家事的职位国啊事。还请一讲立众谋，知否众议已纷纭，臣立白超儿为皇后，后可遥想当年两仪殿，你力排众议占先筹。立我为新储君，掩尽群臣争议口。今天舅父无异议，超人封侯都便无忧啊！原来主上叫我到嚟，借我严封。众人啊，好、啊，我冇咁嘅本事。皇上开恩，请饶恕皇后与萧淑妃一命。大胆无礼，还不起来？起来！皇上啊，皇后萧淑妃此事事有蹊跷，还请彻查。今日旨意立后，如是休提啊！有功当赏，有罪必惩，无论争议。哦，难道佢
皇后咩？应该，超儿当然有功啦，其功在，功在知阿下情，识阿徐，佢睇阿下贴，温良又。要啊富成功招直不啊离左右口虎之人通达非是云马国之流力量还有一力功，舅父未知忘记话我哇一功呢，殿前便珠色赞好，唐范勉劫动皮忧。在千秋堪为我后知过吗？知过吗？我早知妇人非善女，今时此见佢出偷啊！唐公此后是非多，岂止无端立身后啊！皇上，请睇老臣嘅面中。赦免皇后淑妃吧，立后礼大事自当先矣。哎，人命关天也当从矣。口风，孤心已决，要立武媚娘为皇后。独决，为臣也难猜测。为是这武媚娘纵有寸功，也难服众。我为主上计，为苍天百姓谋，冒死相近还莫三马事。主上，为免误杀无辜，请速速赦免皇后淑妃。国色老臣言尽于此。皇上，媚娘，你有话想讲？皇上，啊，本来堂上应该冇我讲说话嘅地方，但系我都要讲啊。但讲不妨啊。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应尽国求所就。莫斩后妃，免遭世人诟病。啊！明明白白，神啊贴心了，坦坦荡荡，温前化污。讲啊！天恩浩
不做啦。夫王自有主意，无需议论为臭啊谋啊，要立你后啊来，便立你后，以开金口，怎能啊收后苦？若想我饶恕冷宫人，如何当那微亮为身后？哦，朕不能失信于天下，更难失信于一个女子啊！如此说，夫复何言？朕请先退。好，舅父且回高休息啦。传旨插立武媚娘为正宫皇后，黑日成礼，大赦天下。王皇后与萧淑妃贬为宫嫔，永居冷宫。皇上，嘿，不必多言，下去也罢。唉。臣请旨，何事啊？请旨宫恶间被礼仪，遵就领旨。皇上啊，要赏赐他们啊！赏赐。赏赐谁人啊？那许敬宗。许敬宗啊，若无暗轩红仙子，谁因风帘该上，该上啊！皇上，行起舞啊，媚娘为我后，还卿走上龙啊楼。
弟呀兄，大胆冒照来夺精，大声劲啊劲，学雷锋啊声。太后的爱女太平公主，那一位就是双皇世子李隆基，本官嘛就是平章事张间之。没错，我们有国家大事要面见圣上，是不是进不得？让他进不得。公主世子张大人，上官大人，我们有事要事要面见皇上。哦，何事呢？呢位张大人有国家大事要急于见闻嘅。啊，公主啊，皇上龙牙太谦安，正牙大人，还请啊通传，好巡逻何夜公，面圣啊，谢公啊，上官大人，这位张大人是我殿宇皇上，今日到来正为履行职责。故此带来见你，通用御法我嘛，识趣尊别公主你，皇帝母亲我难开罪，全身而退，算是做个顺水人情。究竟所因何事？赤公，你们先行下去。所因何事呢？大人，你看啊，这是，这就是贴满京城街头巷尾的飞书招帖。飞书招帖，没错，也就是匿名信。张昌宗张易之，侍郎为成庆将军冇犹豫，结党来谋反，随时起杀机。大人啊！元神啊，造反啊，配义成，火起烧墙，转眼啊。
长官大人，张间之所言属实。我想问下，皇上亲政至今几年啊？这啊，皇祖自立后至今已有五十个春秋。冇错，皇后立后至今五十春秋，红绝金古，难道佢不明事理，不察臣下半分咩？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将飞书念呈皇上，好让佢神聪独断嘅。多谢，报反啊阿青啊，报反啊阿青啊，我拜托啊一声啊共谢敬啊，是我闯宫罪不明，前日有失请啊远情。多谢，请啊！最后就只有婉儿你一人在孤王身边。皇上你慢读慢读，老命今此之也，谁可不那死梦不那舍，人怎生活迎仙公长生殿，只是一个可以靠自己。婉儿，古书有云：劳马乱战斗之国，朕身为一国之君，都是劳马而已。皇上，你还是保重金盔。纷纷理不清，百年人归后事，怎么李显容如蓝
作人君。若立我母师自私，更不合时宜。50年前我初立为君，蒙天王宠爱，虽念分担政务。如今力如惊风，若不为身后事谋，纵我做这15年皇帝也。正直之心，天人共鉴。但系，婉儿，你有话要讲。皇上，太平公主，相间之大人，相王细密，情上之密啊。何密啊？皇上请看。云上何意要太平公主带他到来？因为张大人换了宫位，外人不能进宫啊。他们不敢拦太平公主。二子兄弟其蠢如猪。换宫位阻碍神，分明受人啊已兵。他二人取死有道，朕也难呵护开声啊。庭前花放入春风，万紫千红一时醒。花落花开，花开花落，明年花不迟，此时永啊。婉儿，何以你默默无言啊？皇上啊，一年四季花争鸣，春红与浅紫比星，花落呀花开，只有他是英英，又何来成功的思虑呢？朕不担心花落谁家，只担心权落谁家。谁操权兵，皇上你保重。但是皇上，我看来这
等物件，非同小事。皇上啊，不如请太子前来视察，议政视听啊。乜话？议政视听。皇上，婉儿嘅意思系……你唔使讲啦，你嘅意思系要请太子到嚟，先至可以断定张氏兄弟是否谋反，才能正视听。婉儿，婉儿之罪，婉儿之罪啊！婉儿。朕尚有妙想，岂也是回到少年时，体美如花，笑明。你笑如那儿，风姿绰约啊，湖畔含马青。当年天王视侄之时，初会未亮，便已情根，终定啊。佢分不出好坏来是真假，难明文成公主是否出嫁，系我刀劈嫁珠分出真人，造就文成入葬，想起嚟仲好似系昨日嘅事。皇上，你讲得太多啦，多口水一回啦。皇上，启禀皇上，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啦！你咁啊？护皇上，恭维阿龙那听。何事？回禀皇上，世子已奉了太子之命，把宫廷肃静啊！哦，做得干净，既是朝纲得保，还不退下来听？恐怕上有奸人。奸人，奸人喺边度？奸人系边一个？主上，太子未能亲来视侄，微臣等难保禁宫无虞啊！如何方保无虞啊？主上啊，请太子佢监国。坐镇龙庭，群奸镇惊何在听？万岁也安宁。
太子担薄。我真是老了，劳骂乱战斗，你们起来也罢。谢主上。婉儿在，待朕儿子下旨太子监国，朕在长生殿信位于他。皇上，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估不到我困居人间几度百年，仍未见长治之安的清平景象啊！唉，使你道不明，使你道不清。真是神仙都考起的，唉，此理道不明，此理道不清。不唱了，我越唱越不明白，是这样了。朝华是似明一样，有幸君啊和天心向，爱念国将未拜在乎心先亡，居劳力苦往，趁夜凉困那顿，泪未干，十万年来三马放，幸然今日如朝改丧，再为
亦识苦待放下心，幸有群差，因伤帮，沈年路令王。连路令王都系多得皇后佢相助啫。皇上，皇上。哦，子彤，辛苦你咯。皇上，我共你如苦含辛二十年，你要点报答我啊？唉，吴郡尊荣，到底你想？什么报答啊？但是人家说我不精啊，谁个如斯大胆？皇上，我不怕人家说我，我只怕你啫。孤王又怎会不记得你呢？皇上，既然是这样的，为证夫妻之情，请皇上满饮此杯以证夫妻之情啊！好，孤王就满饮此杯。皇帝人皆好之，何以你独不为啊？我唔要做皇帝，做皇帝啊！卫士，你好胆啊！清风血啊染，长啊生啊甜，为后何啊得？所以谁怜？啊，终于有个好皇帝啦！主风云又复暗宫位，身是大唐李氏女，
太平公主，未见太平时。姑姑，我真系忍无可忍，呢、这个姓魏嘅女人无德无幸，竟然上学校无则天，垂帘听政，如今还想谋害小弟，绝大唐一脉。贤侄，你是大唐的锐，这乱局如何收拾呢？外姓女已能再具功位。好，三郎，你乃堂堂男子汉，此事不宜你动手，我看还是有劳姑姑。好，你且放心，不顾三郎轻易，只得好自为之。多谢姑姑。谁帮我忙？
请人帮手，我都想请人帮手，请人帮手，我都想请人帮手啊，请人帮手。哎呀，老友记，哦，唔见你好耐啦嘛。切，有几耐只斗寿星，冇见几年啦。几年啫，等于天上边一样啫嘛。唔见咗几个时辰啫嘛，冇见几耐啊！嘿，你有记啊？点啊？凡间喂，好唔好玩啊？吓，好玩系啊！凡间盛世，自乱相继而已啊！哦，乜咁样啊？系，唉，你有所不知噶啦，唉，你听我讲啦。唉，斗寿星啊，咩嘢？我师祖分亲来到西啊，百年不解就费心机。唉，我做萧大人筹办大唐开国礼噃，太子登基礼亦系我主。喂，咁咪好威！仲有啊，有座文成出家宣乐堆噃，武则天立后让位，嘿，都系我古乐双璀。哇，犀利！太上皇禅让与当今，我也为主礼噃，及后剪除太平公主。当今亲政亦系我操持，犀利！唉，不过冇用。喂，吓、啊，既然系盛世来临啦，你又使乜唉声叹气咧？哎呀，斗寿星，盛世盛世，却非尽如人意啊！讲系咁讲啫，所谓盛世，啊、即系大多数人有好日子过，都。好比乱世好啊，不过好日子坏日子，唉，都系世人自己选择嘅啫。啊，若果你咁讲，我等恶人啊，又何须去歌赞盛世？哎呀，盛世就唔使唱赞歌嘅。当为一个恶人，要用音乐去舒畅人心。让啲好人过得更开心，让嗰啲受苦人就过得更顺心，让嗰啲衰人就改变恶心。所以又话清白者就自然清白，纯洁者就更加纯洁啦嘛。音乐果有此神力，梗有啦。嗱，你落咗去凡间咁耐啦，都见识下嗰啲盛世音乐，喂。不枉此行啊你！系啊系啊系啊！当今元宗天子兴建梨园，供养四方恶人，好一片太平景象。啱啊！系啊！啱啊！啱啊！斗寿星啊！盛世有梨园，乱、嗯、世亦要有梨园、哦，因为人心无论何时皆需抚慰，此乃是我等恶人。嘅天职，哎呀，咁难明白嘅嘢，你都会明白嘅，哎呀，喂，咁啊，翻去啦，翻去啦，翻去啦，我唔翻去，点解啊？我仲有一番音乐嘅事业，哎呀，系好，皇上驾到，皇上驾到，你快啲回避啦，皇上驾到有百灵呵护嘅噃，我走啦，小仙告退告退咯。
称哦神灵丁在。你啊正是。哎呀你老咗好多啦吓。我大佬哎呀音乐既然青春不老老老不老。啊音乐人青春不老。讲得好讲得好。谢皇上。啊听听啊言日听啊飞音乐正上啊心啊乐事啊啊啊似夜仙啊笑，梨园家屈我光有口啊啊悲，自开月之日下初，平静之月也常作诗也中啊，痴气啊。乐齐下明有一声的渐啊浸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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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调几清平乐府副管啊言多少里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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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月啊星望是星啊平经常啊能不歌颂声啊细痴痴皇上啊皇上你听否啊四海神魂众明世盛世皆因李春辉皇上你睇下